哇哦，不敢相信，我真的下水了耶！然后不得不说，这个水面上的风景还是非常美的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UP 主教各位特工们如何下水游泳。然后这里还有个非常神奇的按钮，还需要你输入密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呢也非常简单的，在你完成罗斯福的最后一关，当然了，你没有完成任务也是可以来的。然后在后面这个地方爬上去，然后再从这里跳了下来。看，很成功的，我就进来了，然后再爬上这个集装箱，然后再跳出来，然后你就会惊喜的发现你已经到地图外面去了，然后你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包括暗区，包括还没有开放的地图，然后玉璧还没设计完的地方。再比如说呢，你打罗斯福的最后一关，然后你打不过啊，你可以提前先几个人、四个人，然后一起跳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再慢慢磨就好了。然后你就会很惊喜的发现，玉璧把这个全境封锁二的水面效果做的是非常的棒啊！如果能像刺客信条那样有用就好了。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船哈浮在空中，然后提示这个超出游玩区域也不用担心，它不会把你遣送回去的，你还可以继续玩。然后你会很惊讶的发现，玉璧在这个罗斯福的桥底下放了一个密码锁啊。虽然说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，也许是设计游戏的时候，然后遗漏了一个按钮在这里。然后呢，你还可以进入暗区。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西岸区的上面。有没有感觉很有意思呢？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、硬币收藏哦！更多的《全境封锁2》的视频尽在安林的 YouTube、哔哩哔哩还有微博。